知道吧？ 你们要上货啊，兄弟们？有个潘坤儿，慢点。有个潘坤儿哈，里面有烂贝壳，走起了噻，手杖卡在那里拿不出来了。 准备上货了，兄弟们！烂石头下面了，哎呀，卡住了，我是他的问题。哎呦，来！哎，哇，猛货！猛货！来来来，哇！ 喜欢火的家人们，双击加关注啊！每天都像段子一样的精彩直播，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爽不爽？